嗨，大家早上好！今天是11国庆节啊，又是中秋节。方哥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我妹刚才给我打电话说，他们到了，她和我爸一起，他们2点半开始走的，走到现在是8:40，走了6个多小时啊。听一下他们什么感觉啊？这个就是节假日出行啊。回来了吗？在那边。爷爷。爷爷。这番堵安过了吧？堵得了，好得很哦，一路堵。从好几开始的？2点半。哦呀，6个多小时嘛，那几点了？9点。6个多小时，从成都回来啊，看到我们这里平时1个多小时开了6个多小时，这太堵了。龙珠啊，还连我很要紧连了，那昨晚上他们连了还没回来，他说。9点啊，整整的6个半小时，6个半小时。这番堵车直接2点半走，哎呀，真的是。现在都回来过节了啊，一家人好热闹。哎，你跟你朋友吃哦。现在吃早饭了啊，吃吧，对不对？睡觉。啊，吃吧，对不对？睡觉。睡到想睡。搞不赢了。搞不赢了。喝酒。哎，就是喝酒嘞。你最辛苦，反正开个6个多小时。我真的好多汗，我都背得油死了。正常的很，这个。所以最好是两个开车的最安逸，要放得开。这番是从成都回来最久的一回嘛。